一样先测试一下哈。没有，就直接开在我们家。不是，所以现在开始了。开始了。哦，好。按了吗？刚按而已。刚按了呀。好，来，等一下，放个水。这一台是，因为我们刚刚啊在测试，就一直断线哈，所以我们干脆回来公司，然后在这里开直播了。来，我是 KT 的魏经理。那今天这一款车啊，是 Toyota Altis 的4.5代。那影片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哈，那个我们台湾的这些医护人员哈，还有这个阿中部长，大家真的辛苦了哈。那这一波的疫情真的是有点快小失控了，希望哈赶快台湾能够挺过这一波。那没办法，经理只好戴着口罩啊来做直播，可是我会把说话的速度呢把它放慢，但是不至于会像正言法师那么慢的哈。那大家听一听都快睡着了。来，这一台是4.5代的阿里斯。车主的话本来已经有改装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了，那今天是昨天我们安装的是 KT 的气压式的避震器。其实目前啊 KT 的气压式避震器工厂里面因为业务上比较繁忙所以啦都尽量让我们授权的经销商还有店家呢来去安装。那其实也一阵子啊没有做过气压式的直播来跟各位来做分享。那这一台 Altis 其实在安装的一个时间呢是比较缩短，因为拆装也好拆装，那它的行李箱的空间呢也很大哈，所以施工上的话都还蛮简单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车上的遥控器哈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好，来这边，你从那边好了哈。现在都有正常哈。我为什么要来看车上遥控器？因为今天很热，所以在里面可以躲起来吹冷气一下。来，这个是他车上的我们的一个遥控器，它长这个样子。那它一样是四轮独立可以控制的。那这个是左前的压力，右前的压力。这个 GoPro 呢，那个画质看起来应该还可以吧？好，这个是后面的气囊压力。那它有三段的记忆可以调整，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后台的话也可以去进去做一个设定跟控制哈。好，那我换成我的手机喽哈。哎，这个手机控制看一下。好，这个是手机现在的一个界面设定。手机的话一样是有三段的记忆，车高记忆调整，前后四轮。独立的系统，好，那我们要换来看系统，看完系统之后啊，再来看一下车高的一个改变，好，好，那有些车款像经理自己的车，或者是现在施工的这一台192，那像这些车款啊，它后面的气囊所需要的气体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像这样的车款，经理就会建议打两个泵浦哈。那这一台车啊，它所需要的压力其实不高，所以这一台车用一个泵浦就可以了。好，这个泵浦在这里。那它经过泵浦打气之后，这里有一个滤水阀，滤水阀之后再进到这个气体储气筒里面压力之后，它再给一个控制阀。像这个控制阀已经精进到非常非常的精简哈，已经是变一个小控制盒。以前的话，大概8年前、10年前，经理刚接触气压式改装避震器的时候啊，它有四个电磁阀、四个回路、四个控制系统，所以一整个控制系统好像是在拆炸弹一样。没有，现在都已经把它整合在一起了。电量剩31%，对，所以我们把那个时间再把它控制一下哈。哎，所以它现在的控制盒啊，缩小到非常的精简哈。那它的一个控制系统、蓝牙系统全部都整合在一起了。那我们先来秀一下车高降下来帅气的样子。这个三段式的记忆哈，都是可以随着自己想要的车高下去做设定。我现在先把它设定到第二段。那镜头先带一下。它的全景好了，全景的话，我压第二段，它要全部降到最低了哈，来开始喽。
开始下降。好，现在主现在压力已经降到几乎零了，镜头带一下哈，降到几乎零了。好，然后它的前面的车高跟后面的车高，也都已经差不多到轮胎已经下缘了。好，那我现在镜头你再拉远，然后我要把车高升到正常行驶时候的车高，第一段。好 ，OK， 这个就是现在正常行驶时候的车高。现在啊，压力储气筒筒内的压力都还够，所以啊，它的泵浦还没有做动。那我现在要做一个，我经理自己呢，家里面的一个停车车道啊，是比较陡一点，所以我每次啊要回家的时候，我都需要，跟超跑一样，把车子的车头啊，把它抬高，才有办法闪得过前我家里面的一个坡道哈。所以我就会设定第三段。那第三段的话，就像我们一般法拉利或 Lamborghini 有可以选配啊，它有一线的抬升功能。那个抬升功能的话，后面可以不动，最主要是车子我们降很低的时候，最主要是这个下巴好会跟坡道会做一个干涉，会磨到嘛。所以我们只要啊把它做车头的抬升，就可以闪避的过了。所以我把它的车头啊，等一下抬高，这个是第三段的设定功能。镜头带到这里了哈，第三段我要抬升的。好，那它抬升到这个高度啊，几乎啦，你看这里已经离地这么多了，几乎都不会有干涉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抬高之后就会方便很多，可是压力还没有开始打哎。它现在的储气筒内部的压力啊，还有107 psi， 我要把它玩到可以开始打气，那让大家来了解看看它打气的一个声音到底是怎么样哈。好，我要把后轮抬高。好，泵浦已经开始打了哈，因为现在啊，储气筒它内部的压力，这个有比较暗吧，右上角这里，现在98、99。在这边有100、101，所以它的泵浦啊已经开始在打了。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车高啊，几乎是最高的啦哈。那一般行驶啊，这样的压力太高，其实乘坐起来的舒适度并不好。这样的功能只是为了单纯啊要闪避一个路况而已哈。一般行驶的话不会开这么高在行驶。那我们也有依车主的要求，把车高啊，它快停了，来，我们来收一下音。这个是泵浦现在在打气哈，这个也是静音型的啦，它的打气的一个音频话也没有很大声。但是这个现在上升到126了，如果啊这里的话是两个泵浦，那它打气的一个到达压力值要停止的时间就会缩短哈，所以这个是最主要是如果耗气量比较大的车款，那经理就会建议啊，要装两个一个打气筒，甚至是这个的储气筒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串联，那也可以换比较大的一个工程数。现在到139，我看一下我们后台师傅帮他设定到多少才会停止哦。这里有到160哦，160才会停止，所以现在的压力是144，好，145，所以它还没有停止。好，那我们再秀一下它车高。车高啊，我现在想要，我要开始正常行驶的，我想要把车高回复到正常行驶的样子。好，那我按第一段哦。好，现在车高就已经修正到正常差不多行驶的样子。那现在打气泵浦的压力已经到158了，160了，它快停止了。好，刚刚有听到一个可能收音收不太到，刚刚有听到一个泄气的声音，那一个就是我们在打气打到压力到达160开始停止之后，它这个泄水阀，因为我们气体啊在经过压缩之后一定会有水分，那水分的话它可以透过这个自动滤水器来过滤掉多余的水分，所以让系统里面的空气回路的话能够再干燥一点点。
为什么气囊打太高会不好做？哦，为什么气囊打太高会不好做？哦，来，我们有网友有询问这样的问题。如果啊，这个气体的压力其实啊，它就好像是弹簧的一个磅数。那像这个46的话，它的公斤数哦，大概是6公斤左右。那如果我把这个磅数的话，把它打到100好了。那100的话，相对这台车其实不重哎。那它的公斤数变高，自然而然。侧倾的抑制能力的确是变好了，可是它的一个乘坐的感觉就好像是这台车，如果我们前面把它配12公斤的弹簧，那可想而知啊，它是会路感会多么的直接，多么的硬哈。所以每一台车的悬吊系统都分别有不同适合的气囊压力。那气囊压力的设定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整体搭配上来说的话，第一个步骤，一定是气囊压力才是老大，第二个是阻尼设定，第三个设定是轮胎的胎压，所以这三个步骤啊都缺一不可，才有办法把避震器设定得很好做。那第二点就是，如果啦，后方的话就像这一台的192一样，它的弹簧啊跟避震器是分开的结构，那我们技师在设定后气囊的时候的第一个步骤，压力先设定好正确之后，再来调整桶身的阻尼，它想要正常作动的位置区间大概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没有设定好的话，那糟糕了，这一套气压式的系统一定啊会不好做。那 KT 的气压式的话，我们目前的售价的话是75,000元，一般的车款，像这样的车款，这样的搭配，那如果有需要再另外加购打气的泵浦，或者是储气筒之类的，要加大，那价格的话都可以询问我们小编。KT 最在行的是什么地方 ？KT 啊，最在行的是桶身的制造。那 KT 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避震器的制造工厂，所以我们对桶身的制造，跟气囊的一个匹配啊，是我们在行的地方。如果啦，万一有遇到日后需要售后服务，也许有可能桶身日后有可能会漏油啊，有可能会阻尼衰退啊，这些的话 KT 都是制造的工厂，不是请其他人代工给 KT 的，所以如果日后要做售后服务，那 KT 的话一定是有办法做到日后的售后服务的这个区块。所以如果啦车友们要选择气压式避震器的时候，当然你的口袋啊很深的话，那没关系，可以选择一套20万、30万的气压式避震器。可是经理要告诉各位，有很多美国大品牌的话，它的桶身一样是 KT 所代工的，它的桶身一样是台湾其他厂商所代工的。因为国外的气压式避震器，通常在行的是制造的系统，或者是品牌的行销。他们很少会有机会像是一个制造一个桶身的工厂，所以会建议啦，避震器的一个气压式的选择哈，可以多多来试乘，多多来做比较哈。那实车试乘的话，应该会比较客观一点点。那至于选择上的话，当然口袋比较深的，你也可以去选择进口的品牌。那如果要论 CP 值最高的，我想就是 KT 这个品牌，一套是才75,000块而已，也许有可能不是市场最低，可是像这样的配备、这样的服务哈，台湾来说啊，我们大概只有授权不到10间的一个安装的据点，可以来为各位安装气压式避震器的服务，因为这10个据点都是有受过工厂或者是经销商认可的店家哈，才有办法来安装气压式的避震器。那如果啦，各位有想知道气压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说想要了解哪一个工厂可以是可以安装气压式避震器，都可以询问我们小编。好，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没有了吧？好 ，OK， 以上是今天安装气压式避震器的一个直播分享，谢谢大家喽，拜拜。好爽。